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各位请坐。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用晚上的时间呢来跟大家来学习。那么我今天跟大家选的课程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我是跟大家来学习啊。那么为什么要学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就是让跟大家介绍啊，大势至菩萨是念佛成佛的啊。怎么念的呢？这里面就教我们了啊。所以呢，我们是有法可依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啊稀里糊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那么不学法呀，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了生死、出轮回啊，证无上菩提道。那么我们就要学佛，就要依佛说的法啊。那么这些菩萨们呢，他们给我们示现啊，说观世音菩萨呀、大势至菩萨呀，久远劫呢已经成佛了啊。那观世音菩萨叫正法明如来啊，已经成佛了。那为什么还要到这个世间来呢？就是给你做样子啊，示现给我们看。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这样的大德呢，他们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呢？啊，也是给我们示现的啊，就教你怎么做的啊。我看到他们，那么我们就跟他学啊。就是说三宝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能够做依止啊，看到三宝我们就依止三宝啊。在没有学习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之前呢，我们就要来学习啊，要学习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在我们中国呢，这个佛教里面呢是一部啊有相当地位的经典啊，所以是开会的楞严啊。为什么要了解楞严呢？因为大势至菩萨涅槃圆通章啊，是楞严经里面25圆通章里面的大势至菩萨的成佛之法啊。楞严经啊是开慧的，是成佛的方法啊，是开智慧的楞严啊。因此呢，楞严经在中国呀，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几乎在学佛过程中啊，没读过楞严的很少。不仅佛门楞严是第一经啊，过去读孔子的几乎啊也读楞严啊。楞严的文章之好啊，就是古德把它比如庄子啊，在文学里面呢来说呢是第一流的文章啊，出自房戎啊之手啊。这部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征问一心修成正果的弟子，叫他们呢每一个人呢提出他们修成正果的心得报告，这就是教学啊。我们读所有的经典啊，我们就会了解到啊，释迦牟尼佛每次开法会就是上课教学啊，下面呢都是学生啊，老师跟学生互动啊，给那些众生听啊。那为什么每次都要问呢？他们不明白吗？啊，是带众生问的啊。像大势至菩萨呀，这25位菩萨都是来示现给我们做样子的啊。
跟我们读这部经典呢，哎，跟这25位菩萨就学怎么成佛，这不是教学吗？楞严会有25位菩萨出来做代表啊，这25位菩萨代表佛教所有的宗派法门啊。为什么有25位呢？修行法门虽多啊，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呢，不外6根、6尘、6识、7大啊。你看看啊，前面是18啊，18加上7呢就是25啊，6根、6尘、6识、7大。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总出不了这个范围啊。这是楞严经上著名的25圆通章啊，它的意趣呀，正如华严经上53参啊，这25位菩萨现身说法啊。所以我们大家学佛呀，听经啊，你要用心听啊。为什么会着相啊，着境界呢？因为我们没听明白啊，我们就会错过成佛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学佛的事儿啊，不是儿戏啊。所以首先我们对自己要负责任啊。说发劝发菩提心文啊，里面讲啊，尊重尊敬己灵故，就说你呀，要尊重你自己的自性啊。己灵就是灵之心，就是你自性啊。你对你自己都不尊重、不尊敬，你还能尊敬别人吗？啊，你不老老实实的修行，按照佛所说的成佛方法去修正啊，你就是不尊敬你自己，你也不尊敬你的父母，你更谈不上尊敬诸佛了。因为你自他不二嘛，自利他利，你自己都骗自己，你能不骗别人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学法呀，哎，要开智慧啊，要用真诚心啊。这里面呢有2个特别的法门值得我们注意的。凡是特别法门不按顺序排列的啊，把它放在最后呀啊，就像唱戏一样啊，压轴戏呢是最好看的啊。如果按照顺序来说呢，观世音菩萨是25排排行啊，哎，这个25名排行里头是第2啊。排名顺序是6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呀啊，6根。第1是眼根，第2是耳根啊，它应当排在第2。可是观世音菩萨呢，却排在最后啊。这个是啊，显然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那么大势至菩萨呢，是7大里面的根大啊。如果按照排行的顺序呢，它应当排在啊第23位啊。现在弥勒菩萨排在23，所以呢25圆通章里面呢啊有2个特别的法门啊。这2个特别的法门是观音释智开导的。为什么大势至菩萨不摆在最后呢？哎，各位要知道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了啊，是顺气我们阎浮提众生的根性，所以呢观世音菩萨摆在最后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顺气十方法界诸佛救度一切众生之机啊，这是很特别的法门啊。所以呢这2个法门呢合在最后啊，我们对它的看法要
等量齐观啊，没有这个优劣之分。他提出来呀、排在第二位啊、第二十四位啊。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七大是什么呢？是地水火风啊、空见识啊、根大就是见，识则是弥勒菩萨代表的啊，他的顺序应在弥勒菩萨之前啊，排在第二十三位。那么现在在经上啊看到的顺序呢啊，它也是特别的法门。通常一般人总以为啊，这个楞严经与参禅关系很密切啊，因为它讲的是首楞严大定。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误会啊，就说一读楞严经就是禅宗学的，不知道啊这个楞严经里面包含一切法了。那么楞严经里面讲啊，这个禅哪啊，还有什么奢他奢奴啊，讲那个山摩地呀 在经上占的篇幅就很大。同时呢，楞严经上有非常著名的五会楞严神咒，这个咒很长，因此呢一般人认为与密有关系啊。当然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啊，实在讲啊，就是楞严经啊与哪一宗哪一个法门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学老师的这一段呢，我们就要知道啊，楞严经里面呢与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呢都有关系啊。无论哪个法门呢离不开智慧呀 学佛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啊学习佛法，因为佛法就是智慧，开启我们智性的智慧。说楞严经是开智慧的楞严呢。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说有没有关系啊？是一不是二。观音大势至是西方三圣啊。楞严经的精华就是这两位菩萨代表的。楞严经与净土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说楞严经与净土关系最密切，比对禅的关系密的关系那要密切的多了。是诸位同学呀不了解，因为这个修楞严经了就不念佛了因为念咒呢就是修跟密有关系了。其实一切法呀都是心法，都是回归自性之法这个要清楚。念佛呀实在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修什么呢？就是修首楞严大定因为这个二十五位菩萨他们来跟佛报告他们是怎样修成佛的，怎么修行成就的他汇报就是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呢用这个方法修成了首楞严大定大势至菩萨也是用这个方法修成了首楞严大定这才能啊成无上道这是对我们一个示现念佛法门在所有法门里面呢是最容易修的，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最直接这是和其他法门比较说的那么说念佛法门最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呢容易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悟透这个念佛法门在所有法门里面最容易最简单的是什么？
最直接的是什么？就是与自性相应，成佛。这25圆通章呢，25位菩萨他报告的是怎样成佛之法。这一品里面老师教我们说，这念佛法门是最适合我们众生的。为什么说把它放在最后了呢？压轴啊。这25个菩萨他们的修行的法门方法，哪一个最适合我们？最后这个结尾这一个最适合我们，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所以为什么说你啊，三藏十二部你学了以后，你要念佛，你真开悟了。三藏十二部你开悟了以后，你就导归极乐呀。怎么导归净土啊？念佛。那我们初学的一听说叫我进门叫我念佛，愿不愿意念啊？你看各位学佛怎么样呢？啊，我们见到大德了，大德就说呀，哎，听经念佛，断恶修善，老是念佛。那我们刚学佛的时候，老是念佛，什么也不干了。那我学的太少了呀，这个经没学，那个经没学，这个咒没念，那个咒没念，我都得背会呀。背会咋的？背会就是也得放一下，还得念佛。你没背会，你背会了，背会了，用了好多时间背会了，然后还得回到佛号上来。我背会了，放不下了，麻烦了。有很多人说，我大悲咒啊，我八分钟就能背一遍啊，楞严咒我十分钟就背一遍啊，他成法师了。真有这样的人啊？说读楞严咒什么什么感应啊，什么什么的，他求感应去了啊？你看他没导归净土。他怎么能得楞严大定呢？是不是心佛不二？不就是就是自性本定吗？自性本定作用于自性相应，就在定中啊。你看我们没有深刻的理会啊，然后还想当生成就啊，盲修瞎练，这个是应该注意的。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学佛为什么学偏的那么多呢？就是念佛成佛之法简单方便快捷明了，心佛不二，就是这样的啊，还要去找去啊。为啥我要跟大家学这个呢？啊，你当你明白的时候，成佛是干什么呀？彻底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就成佛了。什么是宇宙人生真相？就是你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真心本性，它在哪儿了呢？念佛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你真心本性，心佛不二。念善的时候就是心真心本性在造福，这想福想善就是生福啊，想恶就是生祸。这善恶祸福极乐世界通通都是你的自性起作用，绝根迷照的。成佛不是让我们长三头六臂的，要听懂的。学法不是让你戴高帽的啊，我学这个经我学那个经你就戴个帽子，不是让你全部拿掉。真学法学明白了，就是把你的所知的一切世俗世间法通通都明了了啊，通通都放下了。那你说我现在就放下呀？现在你放下能行吗？你不明白能放下吗？哎，不明白的时候你要用法，明白的时候要不要放下啊？慧能大师讲的一灯能除千年暗呢，一法呢能破万劫痴啊！一法就破万劫痴的，一句佛号就了断生死了啊！一念乃至十念吗？你看，这不是祖师大德讲的吗？怎么一念乃至十念呢？一念回光而易往啊！一念回归自性，那不就清净了吗？清净就是极乐吗？就是净土吗？
从染污回归清净一念之间啊，这就是简单直接明了啊。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它，认识这个念佛法门是成佛之法啊。问题是你想不想成佛啊？想成佛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啊。你要知道成佛是无所得，如果你还要成佛还有所得，还想得点什么东西，想得法得什么的，完了啊，那怎么能成佛呢？你看这个25位菩萨他们的报告啊，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他们在这儿啊成佛。你看耳根正圆通啊，但是这不是见大呀，在这儿在任何一根都能够见性啊，有反问文字性吗？真成佛。所以我们要知道学佛的目的是要见性成佛啊。那个大势至菩萨涅佛圆通章是称性的，就是自性起用啊，来念自性。一定要知道念阿弥陀佛是念自性啊，念自性是圆满修啊，各位啊。为什么说念佛是圆修呢？圆满修啊，啊，他起心动念修就是圆满修啊。那心静，那国土就静呢，那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自性起用还是清净，这不是修的圆满吗？这个法门呢，哎，是最直接的啊。是不是像古人所说的这个样子呢？哎，不尽然啊。怎么晓得呢？一万个念佛人往生的有几个呢？哎，我们看起来只有两三个啊，可见得这个并不容易啊。为什么不能万人修万人去呢？这个法门严格的讲应该是万人修万人去啊。念佛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对于这个法门呢认识不清楚啊，就是盲修瞎念，功夫不得力。所以啊，念一辈子佛还是不能往生，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你看我们大家学念佛的多多很多啊，本来这个法门是万人修万人去，现在是啊万人修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去，那人家去没去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那这古人说的，咱们我们不敢妄加评判啊，鹦鹉学舌呀。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法门呢能够啊真正认识它了，那就万人修万人去啊。啊，因为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是心是佛，是心诸佛呀。你说怎么能不去呢？啊，心念啊，心事啊。所以念佛一定要深明念佛的道理啊，念佛的方法，念佛的境界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不是说看到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就跟着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念有受用，我们念却没有受用，因为我们不明理啊。那不有一那不古人讲的吗？哎，这个喊破喉咙也枉然吗？哎，为什么你不明理？你是嘴念，心念没变啊，人家是心口相应的，哎，咱们是心口不一啊。他句句佛号能转他的心境啊，我们的佛号像唱歌一样，一天唱到晚啊，
但是呢，有没有受用呢？喊破喉咙也枉然呐、我们念佛号干什么？大家要知道，这叫修法啊。念阿弥陀佛就是修一切法，一切法齐修了。所以我们每天做功夫哈，问问自己都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了，问问自己。都用在盲修瞎练上面了。忙活的是很不可开交。问佛号念多少，问自己。念多少佛号啊？没念多少，有的人甚至不愿意去念佛号、念佛堂、念佛，知道吗？你还想成佛啊？你还不愿意学经教，不愿意学戒律，你还不愿意念佛，这不你不是坑自己、折磨自己、害你自己吗？那你不念佛？不听经，不诵经，不持戒，你干什么呢？你就是整天打妄想。你的妄念里面是什么东西？就是贪嗔痴、妄想、分别、执着、人我是非。你看，你不是不觉造业吗？说什么样的念佛，对这个因果事理呀、事实真相啊明白的人，你叫他打妄想、胡思乱想，他不想了。就是有妄念了，他不会随着妄念去做事儿去。从妄心生了，我就去做妄想胡为，他不做，他能把它渡掉，我们就渡不了了。不是渡掉一切烦恼叫渡一吗？用一句佛号就把一切烦恼都断掉了，这里面的法门呢，通通让你是，回归自性，你要清楚。所以我们要会用功夫，你看那个海贤老和尚啊，他不是在念佛堂里成就的，各位，我们福报多大呀？有念佛堂啊，海贤老和尚他在念佛堂里念佛呢吗？他90岁了，还自己干活，种地呢。你看人家生活当中去念佛呀，在劳动当中也念佛，念这句佛号的目的干什么？为什么要念佛？那你有文化的人呢？那你就要听读经听经，不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吗？深入经藏怎么能智慧如海？什么叫智慧如海？就是对这个。真妄啊，性相啊，理事啊，因果啊，明白明了了，这叫开智慧呀、学佛是开智慧呀、不是迷惑颠倒盲修瞎练呐、不是怎样怎样的了呀、是对事实真相彻底明了了啊。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开悟了成佛，他长3头6臂了，傲慢了没有啊？你看海贤老和尚有傲慢心吗？你看老法师有傲慢心吗？有傲慢心的能是开悟了吗？那叫大德吗？没有啊。所以说为什么没有呢？恢复本来面目了呀、他深入经藏，他理事通达了，他知道本来无一物了，所以他理得心安，心安理得了，所以人家是现自在相，没有烦恼当然自在了吗？那我们呢？我们有烦恼哦。所以你为什么要学佛法？因为你有烦恼，世间没有办法来断你的烦恼，所以说只有佛法能帮助你断烦恼。那你明白真相，你烦恼就断了吗？所以这要明理啊，明理最重要啊。为什么人家能成就呢？我们不能成就呢？我们不如法、我们嘴念心不变，不如法呀！法是清净的，
儒法就是心法，是一不是二啊。那我们心里没有法呀，阿弥陀佛要是放在心想阿弥陀佛就叫儒法啊。我心想你呢，想人事物呢，六尘境界就不如法。为什么叫不如法呀？自性里面没有六尘，没有五欲，没有人事物啊。你有了，有了就不如法了呗。那没有就如法呗。那个法里面没有啊，阿弥陀佛里没有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呢。所以为啥说你叫相应行法呀？他没有生灭的无常的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不变的呀。如果你真正对事实真相明白了啊，认识阿弥陀佛了，你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是佛的境界呀啊。你就看别人不如法，这个不如法那个不如法，你就是凡夫境界呀。为什么只有凡夫才见人过呢？那佛菩萨能去见人过吗？他迷了，他就有错误的行为，啊！你知道他觉没觉悟啊？我们哪知道他是成没成就啊？所以说怎么办呢？哎，一恭敬，一切恭敬。你恭敬他，他怎么回报你的？你哪有我呀？啊！我就对他好了，他从来没说一句感恩的话。感恩什么？感恩你哪块啊？感恩你的鼻子，感恩你脑袋呀，感恩你胳膊腿啊？感恩你什么呀？是不是啊？你一感恩话也不说，哎，就阿弥陀佛就完了啊，就不用说客套话了。为什么？废话没用啊。感恩你这个什么？感恩什么？感恩你的这个佛心啊，这有什么感恩的呢？是不是？所以一定啊，要如法修行。你明理了就如法，你不明理，你想如法都不可能。所以你经典听得少啊，哎，你就要多听多学。你少发表演说，像我们这样就少发表演说。那我跟大家学习，我就拿老法师讲的，不是我说的啊。那你要说开言不对，做的不对，你拿出理论依据来给人家指正，否则的话你就扰乱人家这个修行啊，尤其是修行人，你的嘴巴一定要积德呀，要清净啊啊！你要是发布什么谣言呢，发布你的演说呢，你没有依据的话，你就会把这个道场啊，这个团体就给破坏了啊。那刚学佛的小众，他们什么都不懂啊，他们就是东听西看。谁讲的都有道理，就魔讲的都有道理呀、啊。他不是真理，他有道理。那为什么这个世间邪的那么多，骗那么多人呢？有道理呀、啊，魔有神通啊。这怎么办呢？哎，少说啊。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你要劝人念佛，劝人持戒修行，但是你不能见人过啊！见人过呢，哎，就是障碍你自己，就是你不明理啊。那你帮助人家呀，哎，开导人家呀，这不是见人过，这是慈悲啊，这要分清楚啊。所以我们就是修念佛法门，我们也要懂得方法啊，要明白这个念佛的，哎，这个道理，哎，就怎样来念啊，方法道理要明白。我们对这个念佛法门呢，这个门路啊，才能够搞清楚啊。你看，像观经讲念佛的方法啊，讲西方极乐世界九品因果，修什么样的因上品上升，修什么样的因呢是上品中升啊，这个因果呢要搞不清楚啊。哎，我们将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呢，哎，你也不知道啊。这观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因果一定要搞清楚啊。学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讲的嘛啊，九品嘛，
那我们根据自己修行的功夫，你就知道你去你挣哪一品啊？不是死了以后啊就问呢，怎么不给我托梦呢？告诉我他哪一品的呢？不用死了，现在你就明白啊。所以我们读观经啊，我们就要知道对号自己啊，读佛经也要对号你自己啊。你现在在哪里？念佛在极乐世界，念贪就是恶鬼道，念嗔就是地狱道，念愚痴就是畜生道啊。你问你自己在哪里，你想啥呢你就做啥，多简单。英国大师告诉我们呢，哎，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让你做佛。这就多直白，告诉你做佛，这就做佛，念佛就做佛呀。那把念佛成佛这个因果呀要搞清楚啊，尤其是在没有开始修学净土之前啊，还有个准备的修学啊，这个我们绝对不能疏忽啊，那就是佛给韦提夫人讲的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是预备的功夫啊。预备功夫有没有呢，念佛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啊。所以说我们读观经啊，哎，佛就教韦提西夫人，也是教我们啊，要想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有一个预备的功夫啊，就是修敬业三福啊。有很多人说我念佛我不用持戒呀啊，不行啊。为什么呀？你不持戒啊，你要具足众戒，你不持戒你不清净啊，啊，你牲口一造恶了，你还怎么念佛了？啊，你念佛，人家冤亲债主不来障碍你吗？你就没法办了，你念不了了，业障现前了吗？所以说你必须要修敬业三福啊，有福报呢，就是持戒清净，啊，行善积德，你有福报啊，你诸恶多端呢，那你就哎。障碍重重啊。所以我们大家看说这念佛人怎么还出事了呢，哎，他没学佛之前他造恶了吗？学佛了他也没修敬业三福啊，他就念佛，他也受报啊啊，受报就是业障现前啊啊。说这个敬业三福呢是预备的功夫啊，预备功夫没有念佛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啊，很难得利啊。观无量寿佛经说，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三福一定要把它搞准啊。第一条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我们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的，问一问啊，这个四句做到没有？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孝养父母了，孝顺父母了？我们是不是真诚的尊敬师长了？啊，为什么说老法师啊开示我们呢？修学佛法呀，五大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大愿望啊！你听老法师讲哪部经里他都讲三福啊？为什么？他是敬业的正因啊，他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基础，绝不恼害一切众生，修善因，这是人天福啊！十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修学敬业的根本啊。我想各位啊要会听啊，你来道场啊，你不要有所求啊，求你给我帮帮我吧，救救我吧。忏悔法就是改过，佛法就是让你改过，把恶变成善，改变成善，善变成纯净纯善，整个佛法修学就是一个身口意行为的改变
也就叫转迷成悟，返染成净，啊，返邪归正，啊，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啊，说知道能做到不难呢，关键是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知道，啊，断恶修善不知道吗？知道做不到，到处去找道，还能慢慢找道去。修行正果，正果就正道吗？修正行为了，行为清净就正果就正道了，还要去找道去？佛法修行，修行就告诉你修行，就讲玄书庙天花乱坠，不在道上啊。说你没有根呢，哎，你就不能归本。你根不善呢，你根不净，怎么能归本呢？说根性清净啊，性就是本呢，啊，根和性是一不是二啊，那清净就是一不是二的，哎，所以说要断十恶，修十善，啊，这是根本。啊，第二条呢，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说老法师啊，给大家讲啊，这个三规一，啊，三规一啊，他不注重这个形式，啊，他讲的要注重实质，啊，我们一定要做到。啊，这个三皈依，皈依觉，皈依正，皈依清净，啊，这是佛法修学的纲领，啊，一切佛法宗派法门修行的总纲领，啊，佛法的修学就是觉正净，啊，我们要掌握纲领，啊，那么你用什么方法去修呢？当然太多了，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的法门都是修行的方法手段，我们要知道，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是修正行为方法，行为的方法跟手段，因为清净啊，它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呢，那它就是目的，它纲领目标，啊，修什么呢？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是修觉正净的，啊，念佛是方法，我们用念佛的这个方法啊，修觉正净。大势至菩萨就是这个修法啊。第三条呢，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济行者啊。你看这三福，三种敬业呀，啊，第一种是人天的敬业，第二种是二乘人的敬业，第三种是菩萨的啊敬业啊。他把深信的因果放在菩萨乘里面啊，这个用意就很深了啊。菩萨还有不明因果的道理吗？菩萨当然懂得因果了啊，但要懂得呀西方极乐世界的因果啊，就不是一般菩萨能清楚的啊，这是真的啊。净土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啊，等觉菩萨对净土法门啊，正如经论上譬喻说啊，犹如蒙沙见月啊啊，所以呢，深信因果放在第三了啊，就是直接指净土的因果啊，去免这一切菩萨要读诵大乘啊，读诵大乘就是每天亲近佛菩萨，哎，说我们大家说我要想求佛菩萨加持我们呢，怎么加持呢？哎，你读诵大乘经典，你就是跟佛菩萨来对话呀，佛菩萨一句一句教你啊，所以劝勉一切菩萨呢要读诵大乘啊。读诵大乘就是每天亲近佛菩萨啊，我们不是要在梦中见佛菩萨，也不是要修天眼见佛菩萨，要在经典里面见佛菩萨啊。读经就是听佛菩萨的教诲啊，啊，对于佛菩萨的教诲我们念念不忘，就是依教奉行啊啊。所以呢，读诵不是把经念一遍就算了啊，
那有什么用处呢？哎，没有用处。你早晚课课诵了，在佛菩萨面前念经，是念给佛菩萨听呢，还是啊念给你自己呢，让你明理呢？哎，佛菩萨不要听了啊，你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啊，是你要你自己明理啊，不是给佛菩萨听的啊，佛菩萨不用听的啊。念经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训，提醒我们这一天修觉正境，是这个意思。而早课呢，是提醒自己这一天要觉正境，要修戒定慧，要度掉贪嗔痴。晚课是在佛菩萨面前反省啊，我再念一遍佛菩萨的教训啊，今天我有没有做到啊？如果没做到，我就要忏悔，明天一定要努力做啊，就是反省自己，忏悔自己。所以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认真的反省忏悔自己，这功德就很大了啊！绝对不是早上我念一遍给佛菩萨听啊，佛菩萨就欢喜了，就保佑你了，不是这样的啊。那晚上呢又念一遍给他听啊，他又欢喜了，不是。其实呢，哎，你一句也没有做到啊，这个不好听的呢，早上到佛菩萨面前呢去骗他一次啊，晚上呢又去骗他一次，哎呀，这个罪过就大了。其实骗谁呢？不是骗那个外面的佛菩萨，是骗你自己，这尊活佛。我们都是自己骗自己啊。如果你包容了你自己的罪过，各位听懂了啊，你包容了你的贪嗔痴，你的错误的想法、说法、做法和看法，你就是在害你自己啊，在欺骗你自己。所以与自性不相应的，我们通通要把它清理掉啊！你就是在恭敬这尊活佛佛菩萨啊！成佛是自己跟自己的事儿，不是跟别人的事儿。别人清净染污跟你没关系，问你自己是不是心地清净？心地清净方为道啊！你骗你自己罪过最大啊！佛菩萨他不会惩罚你啊！你看我们学这么多年佛了吗？什么时候佛菩萨从那向上下来了给你两脚啊？有没有啊？有的人闹得那么厉害，佛菩萨也没给他两脚。有人跟我说，这人这么恶，佛咋不惩罚他呢？啊，各位说佛惩罚你不？惩罚你人还叫佛吗？谁惩罚你的呀？因果报应你的，你自己惩罚你自己啊。东北不有一句话说的吗？你转圈丢人啊，你转圈丢人呢、啊、谁丢人？你自己的做的事儿来害你自己，不丢人吗？啊，把人格都没有了，不丢了吗？丢人，这现在不是找回来吗？要恢复你的人性吗？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啊欺骗佛菩萨，也更不能欺骗自己。你依教奉行，如法修行啊，就是恭敬佛菩萨，否则就是欺骗老师啊。那么老法师讲啊，哎，这个佛菩萨像啊是泥塑的啊，是金铸的、铜铸的啊，它是假的啊，就是泥塑木雕的，它不是活人的。他是泥塑木雕的，你都忍心去骗他？哎，问问自己，你学佛将来到哪里去呢？啊，往哪儿往生呢？这假的你都忍心去骗，你想一想，能不能往生呢？这个我们自己就清楚了。连泥塑木雕的佛菩萨，你都忍心一天骗他两次，这怎么能成功呢？所以读诵大乘，接受佛的教训，要依教奉行啊！我们自己得到佛法的利益，要把这个利益啊介绍给别人啊，就是推荐给众生，给别人啊，使大家都能够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利益叫做大众分享啊，不能自己呀、啊、明白了受益了不管别人了，那就是
凡夫心，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都离苦啊！我闻到佛法了，得到宝了，还要介绍给大众啊！不可自己独占啊！自己独占有什么不好呢？对自己是很大的障碍啊！为什么呢？佛法的成就啊，第一个要破我执啊！如果自己独占，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个我执啊，就坚固。破不了啊！这个对你修行啊、开悟啊，就造成了重大的障碍。所以啊，佛法呀，破了我执才证阿罗汉啊。以念佛人来说，我执破得啊，我执破了得事一心不乱，法执破了呢得理一心不乱。哎，所以有我念佛。你不能得一心啊，不能得失一心啊，你有法呀，你有法执啊，你不能得理一心啊，这要听懂了啊。无我无法就是圆满了。我们自己要想正得一心不乱呢，这两种执着呀都要打破啊，听懂没啊？说理无碍，事无碍，为什么？哎，我也放下了，法也放下，就无碍了啊。破执着的方法，实在讲啊，这个净土法门呢，非常非常的高明，就是念念为众生着想，不要去想自己啊。那有的同学说，那我不想自己不行，我还生活呢。哎，你生活你也要想别人啊，家里人是不是佛菩萨呀？啊，你看现在的人自私自利呀，他挣钱了他自己花，啊，他在外面找情人呢，在外面饮酒啊、吸毒啊、搞这些，他家里人他也不管，啊。我们把一切众生都看作是诸佛，啊，心里想着一切众生，包括你家人在内，他也是众生嘛，啊。那你就跟佛相应了，啊，否则的话呢，念念想自己自私自利，啊，与佛法不相应，啊，起心动念都想众生，起心动念都想整个佛法，啊，众生有福了，我们自然就有福了，啊，众生有灾难呢，我们自己也很难避免，啊，说天灾人祸呀，哎，你想避免得了啊，那你就得去为众生想。无我才行啊！大家都我执很重啊，你谁也跑不了，像那个印尼海啸似的，还管你谁呀？啊，不就全没了吗？被大海吞噬了吗？啊，这个样子呢，哎，逐渐的把自己给它忘掉了啊！这个我执不破，自然呢就没有了。是念佛要是破我执啊，功夫深了我就没了啊。为什么说念佛就让你支持名号呢？啊，没有我也没有法，就一句佛号啊，不让你想那么，不让你想那些啊，让你得一心呢 啊一心是本来面目啊，本来就是一心啊。现在你不是有二心的吗？你有个妄想啊，与自性不相应的念头就是妄想啊，自性是一真。你有个不相应的念头，就是二，就二法了，啊，纯念佛就一心了，啊。说这个方法呀，实在是妙极了啊！能够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去想，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有福啊！这个人呢，是真正的有智慧啊！你看诸佛如来啊，菩萨罗汉。啊，哪一个不是有福啊？啊，所以我们应当向啊这个圣贤学习啊，阿罗汉呢，必知佛呀、菩萨和佛呀，都是啊我们学习的啊榜样啊。我们来看前面这一句啊，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是第一段，这是仪式啊，也是礼节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哎，那就是同轮五十二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很重要。同轮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法门的，同轮啊，轮是同类啊，换句话说，与有志于念佛求生净土的，这是同修啊。五十二，难道他这个法会啊，念佛的人就是五十二个人吗？不是的啊，他这个是同类的人有无量无边，这个五十二个啊，都全部包括了啊。五十二是怎么来的呢？哎，大家要会听啊啊，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的啊，五十啊，五十二啊，怎么来的呢？哎，五十菩萨五十一个敬畏啊，十信位菩萨十个啊，十住位啊菩萨十个，十行位的菩萨十个，十回向的菩萨十个，十地菩萨十个啊，这是五十个啊。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啊，这个妙觉菩萨就成佛了啊。这五十个加上等觉跟妙觉啊，这两位就是五十二位啊。换句话说呢，从初发心啊到成无上正等正觉，用什么方法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你看这里面讲的啊，说这个五十二位次的菩萨怎么成佛的呢？念佛啊。你说这念佛是不是圆修啊，圆正啊啊。这一段你要听明白了，你就再也不换了啊。那菩萨都是修这个法呀啊，那不给我们做示现吗啊？那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说别人说念佛不能成就，你还听他的吗？他是菩萨吗？他不是啊，他是凡夫啊。别让你去这么做那么做，你去不去？不做了呀啊。那菩萨就这么做呢，我们不跟菩萨学，跟菩萨学成佛啊。佛教方法菩萨来做，菩萨来做来修行，然后他成佛了，这个方法可靠啊啊。学佛做菩萨，菩萨怎么成佛呢？按照佛说的方法他做呢啊。像印光大师到这个世间来事先念佛成佛的，他做给你看啊，那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呢？现在人不听佛菩萨的啊，那完了，听别人听人的去了啊，那你就没办法成佛了，因为你没有按照佛说的去做呀啊，错过机会了。这个不可思议呀啊，代表这个意思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圆满成佛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一声阿弥陀佛能够从初发心证无上菩提啊，这个法门啊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道理呀不是很难懂，就是我们关键是你要悟啊啊，悟明了你就老实了，你就真干了，你就再也不变了啊。我们欠钱啊，发心成佛，各位说能不能成佛呀啊？我们学的这个就告诉你，你现在发心成佛你都能成佛，为什么呀？你念念清净，念念佛呀啊。你要在这里明白呀，不要是头上安头去了啊，你那自性去找佛，那就是头上安头啊。自性即用觉，怎么觉？念佛就是觉，念佛就念觉，觉就是佛呀，佛就是觉呀，哪觉？念念觉呀
觉得性相理是因果真妄，明白就明白这一点了。所以是一呀、啊，真妄是一，性相是一，体用是一，因果是一呀、啊，我们都给二了吗？是一法不是二啊？念佛不就一吗？体用不二是一呀、啊？怎么能不成就呢？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么简单，这么微妙啊！然后离开这个念佛还去找去，口念着佛，心里还想其他的呢，就是我们，你说多冤枉啊，是不是各位？啊，说你学这么多年佛，怎么一点消息没有呢？你还有烦恼呢？因为你不认识啊，你不会用这个六支洪名，你不认识阿弥陀佛，说你就会生烦恼。当你认识自性明了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本来无一物，你生什么烦恼啊？你把什么放在这个心念上啊？啊，你什么也不会念，让你念你也不念，为什么没有啊？那除念佛外不起别念，你有别念吗？有也是没有，为什么当体即空啊？就像我们每天吃饭似的，啊，你为啥不开悟？你吃饭你就不会吃，你愚痴，啊。吃饭你都不会吃啊？为什么？吃饭都吃出烦恼了，你不是愚痴吗？为什么？好吃，好吃你也是愚痴贪；不好吃，不好吃你也是愚痴。为什么？你分别吗？分别不是烦恼吗？好吃执着不是烦恼吗？你看你不会吃啊，会吃没有好吃不好吃，对不对？没有色受香味触法吗？你吃饭你也开悟了，我们吃饭都吃生气了，听懂没有啊？咱学佛也不开窍啊，永远不能成圣道。不开窍能成圣道吗？啊，不点事就生气，哎呦我的天哪，上帝，不点事都生气啊！这个吃饭呢，晚一会儿生气了啊，没给我准备好生气了，谁给你准备好？脾气特别大，还想修行，怎么能行呢？啊！一定要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从初发心证无上菩提。啊，说这个法门呢是真正的不可思议。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证无上菩提，就是圆满无上菩提。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目标，就是圆满成佛。啊，圆满成佛就是恢复本来面目了，啊。那么时间到了，明天晚上我们再学下一段啊。心菩萨道。